Hello，你今天是不是跟昨天一样想当网红，但怎么样却也都红不了呢？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文科叔叔。没事没事，那只是一些否定自我的声音而已。我们现在必须正向积极一点，想一些正向的事情。没关系，我只是这支影片红不了而已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